来，周末买菜。南瓜，儿子要吃的。这个菜。不够吧？对呀、啊。哇哦 ，S 级的大干贝。还有这个南瓜，还有芦苣菜。哦，这是面，都是老公买的。灯笼鱼的，这是什么电线啊？灯笼鱼的钓鱼竿。老公买的好料，安康鱼，安康鱼，丑丑鱼。不要说，丢了你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很肥很大只哎，对不对，宝贝？来到台湾，我吃了不少生猛海鲜，主要是我老公也很爱吃海鲜，特别是平常比较少看到的鱼类。要怎么料理才好吃呢？大家给个意见吧。今天来把这两张优惠券花掉。前一两周，这个咖啡没有特价，300多元下不了手。今天赶快来买一箱囤着喝吧，应该有便宜50元左右。还要再帮我儿子买一包肉包。台湾的超商里面好多这种鲜奶，我老公之前去大陆查查，说为什么我们那边的这种鲜奶非常非常少见，大部分都是双奶。不知道现在我们那边是不是还是很少喝这种鲜奶。原价177，用折价券159。卡布奇诺，来试试看好不好喝。嗯，它还有奶泡。还不错，蛮好喝的，一点点甜甜的。啊，好喝好喝。我发现我来到台湾以后，喜欢上喝咖啡了，不管是早餐店里的那种咖啡，还是这种绿挂咖啡。就是黑咖啡嘛，就是黑咖啡啊，还有有加糖的咖啡，没加糖的咖啡我都喜欢喝。有时候一天会喝两杯，可是其实我好像没有特别喜欢喝拿铁。喝拿铁感觉很饱很撑，这一杯才25块钱。现在要用这张纸来做一个圣诞树，肉肉圣诞树给我家儿子吃火锅，先把它卷成这样，做一个小型的圣诞树，然后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。这上面已经包了干净的保鲜膜，可以放心的装饰肉肉，应该撑得起来。圣诞树，无聊当有趣。再把这底下折一折。小宝贝，妈妈做一棵圣诞树肉肉哦，怎么样？妈妈来做一棵圣诞树肉肉，你要不要跟妈妈一起做？怎么做？先拿肉片来。妈妈做吧，因为太干了，这肉肉是生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肉卷在这里。那这个是肉片，把它装饰成一个圣诞树的样子。用手好。哈哈，嗯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会像圣诞树吗？你看圣诞树。这个是香菜的，可是你等一下吃的时候也是会去弄它，拿去煮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地圈？没有。它这上面要放一颗星星。啊，好无聊哦！
你不觉不觉得妈妈好无聊？不觉得。不觉得？你觉得妈妈很有趣吗？嗯。啊？嗯。你去拿你的圣诞树的星星插在地上描吧，那就变成一个圣诞树。哦，真的很像哎。你自己做。你自己做就好。那你可以帮我拿你的那个星星来。不行，那脏。不会脏啊，洗一洗就好了。真的呢，成功了。我们是不是？你看圣诞树哎。妈妈有没有好无聊？好无聊。有。那你妈妈有没有很有趣？有。又无聊又有趣啊！星星要怎么剪？直接拿一个你的那个好不好？不要。妈妈，那我现在用画的。啊，跟妈妈两个人吃火锅好哎。这餐厅吃要1000多哎，啊，妈妈就这样买一下给你，好玩哎，对不对？妈妈弄这个比餐厅还漂亮。餐厅就做这种吗？对呀、啊，餐厅要是做这种要4000-5000块钱。贵。因为贵呀、啊，好看呐、啊。啊，妈妈就模仿它，做给你看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嘞。哎，这边有看到了，我这个蛮清楚嘞。蛮好看的哈、哦。嗯。好，现在把它插进去。罩起来，罩起来。哇，圣诞树。有没有宝贝？来，小心，妈妈帮你拍张照。你这样，你让妈妈帮你拍张照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漂亮的。耶！耶！哎，星星。The Merry Christmas、yeah。Merry Christmas。赞。等。耶，过圣诞节。我丢一下妈妈嘛。哎呦，谢谢宝贝。小兔兔，谢谢了。好，把它放进去。真的很有趣，想去外面吃饭想疯了，只好在家里面做这些搞笑的事情，可是小朋友很开心。圣诞明树甜肉卷好好吃哦，我觉得这个我喝完觉得好吃呢。羊肉普通啊，肉味普通，羊肉也普通。哦，那妈妈调的酱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超好吃，100分。哦，100分。我儿子说100分的酱。哦，真的好吃，100分。你是100分的厨师啊？嗯，这么高的评价。一个是什么？香肠。很短的尖刺。对啊，一个是桂林桂冠鱼子球，这里面吃起来口感会有那种啵啵啵的感觉。等一下还有饭后甜点，对不对？冰火菠萝油，这是大姑子买的。好，现在妈妈把这个切开，还没，然后你把它放进来，好吗？这样就会冰冰乐乐的。为什么它叫冰火啊？因为这个是烫烫的，那这个是冰冰的，那夹进来就是冰火，然后它就会化掉，应该化掉了。你看，哇，是不是化掉了？然后你就可以吃了，宝贝。你咬一口就会又冰又烫。嗯，对。有没有又冰又烫？太好吃了哦！今天很像在餐厅吃饭吧？你也来尝一口吧。好啊，谢谢你，谢谢宝贝。哦。嗯，好香哦，超级香的。